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Yoko， 我是 Yoko。 今天呢我头发刚刚洗了，然后现在呢想过来给你们做一个测试，就是最近风很大很大的 Dyson 的新的卷发棒。其实呢它10月10号发布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发布的影片了，然后就很种草很种草，前前后后从10号到我12号下单，我想了两天，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买了，因为我自己的卷发棒正好前两个月坏掉了，然后呢我就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去把它买下来。今天呢我想过来给你们做一下测评，就是我用我自己平时的吹风机啊，然后直发棒啊或假发棒做出来的效果，跟 Dyson 他们这一套使用下来做下来的效果会有什么样的差别，这样呢你们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去买。那就废话不多说，我直接先把一半的头发用我自己平时的吹风机把它吹干，然后另外一半的头发用 Dyson 的吹风机把它吹干。我觉得两边吹发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然后戴森这个呢就是它温度比较低，比我自己的那个吹风机温度要低很多。从镜子上看，然后我不知道你们镜头上能不能看得见，我拉近一点给你们看，这是戴森吹出来的头发，然后这边呢是我自己家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我觉得两边还是有差别的，这边吹出来的头发会比较顺，然后呢这边吹出来的头发明显就非常的毛躁，然后就比较蓬松，然后型的话垂直感的话还这边好很多，你们应该能看得到这边吹出来比较顺很多，这边比较毛毛躁躁比较炸开来的那种，所以这边肯定还是要上一下那个夹子的，这边其实这样就可以出门了。接下来呢我就直接用一下戴森他直发的头把头放上，换头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它这边后面是有个按钮的，这个然后往下一压，它这个拔出来，直接拔出来就好了。然后呢这个呢就这样放上去。好，这样就好很多，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往里面，挺好用的，我觉得蛮好用的。那我这边的头发呢现在就开始用我自己平时家里用的直板夹把它夹直一下，然后让你们看一下两边的差别。好，我直板夹的温度现在是170度，跟戴森的150度的风其实是差不多的。现在是这边我自己用自己的直板夹，这边用戴森的吹直的那个头，然后呢几乎两边效果是一样的，然后我拉近一点给你们看。我觉得透过视频好像看不太出来头发到底差异在哪里，我自己摸的话是戴森这边是稍微滑顺一点点，这边会稍微干一点，然后会涩一点点。戴森的它可以边吹边拉直，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应该是蛮省时间的。好，下面呢我就想测试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卷发，卷发其实我手蛮长的，我平时不怎么卷发，所以可能卷出来的造型不会太好看，你们就随便看一下，因为影片只是测试一下它戴森的那个卷发棒到底好不好用，试一下他们这个神奇的卷棒到底好不好用，最期待的就是它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头发特别直，也比较粗，所以我要看一下它在我们的头发上面到底能不能卷得起来。OK， 我终于卷上来了。然后我是试了四五次以后，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新的东西，我还没有用，方式肯定还没有掌握嘛。可是我觉得它真的发量要很少很少放上去，它才能吸得上去，不然的话完全吸不上去。超级费时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假发帮我们自己夹的话，它会能夹的，就像我的发量就会大很多，它这个就是平时我一片发量的三分之一。Hello， 你看到没有？我根本就吸不了。Hello， 好了，不是，对，哎呦，好了。费时费劲的东西，好，继续让你们看一下奇迹。Hello， 还有一撮头发，它不想进去 ，OK， 重新再来。啊，哦，终于吸上来。大概就先这样吧。OK， 好，卷好了，全部是这样子。好了，这边呢，我直接用这个 GHD 的，然后它也是可以做卷的，我就直接这样卷好了。我另外一只卷发棒，这只是我朋友家借的，然后呢也开不起来了，我也不懂，所以说呢，只能先用这个将就一下了。好了，啊，是我的幻觉，还是我这边卷好了，现在已经直了，还是你们也觉得这边的头发已经直了？等一下，我把这边先梳开了，因为这边卷得很卷。不能否认这边头发毛躁很多，可能你们在视频当中看的也能看得很清楚，这边头发顺很多。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往回倒个几分钟的话。我刚卷完的头发好像不是长这样子的，它已经直了，它已经找不到卷了。我在收到它之前，我还带着一丝的希望，因为我头发，说实话，我自己的头发是那种挺直的，特别直的那种直发，所以我很少卷发，第一，我卷发以后大概四五个小时，它基本也都会直掉，好吧？这就是我自己的头发的问题。可能在马来西亚的天气也有问题，因为这边湿度比较大，所以你不是自然卷的头发，卷完以后多少都会垂掉。然后我们不能说戴森它这个产品好还是不好。现在我就过来总结一下戴森现在刚刚出的新的卷发棒。第一个，携带方不方便？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这一盒它有3.6公斤，如果你们想出门把这一盒都带出门的话，我觉得是超级不方便的。它东西这么贵，然后有这么多不同的头，然后它是没有附任何的就是你可以携带出门的一个就是小的袋子布袋子，所以你要带出门的话你只能就是这样把它直接扔在你的行李箱里。它自重的机身它不是很重，然后它的这些头啊，然后梳子啊，然后卷发的卷啊，这些都不是很重，都很轻，就蛮塑料感的那种。还有就是烫不烫手，它如果开起来烫头发的时候你要拿上去的话，烫手，烫手150度，你说不烫了肯定是烫手，可是没有到那种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假发棒那么的烫。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应该不会烫伤到皮肤。有一个就是吹风机，我觉得它跟自己家里用的一般的吹风机差不多，然后吹出来的发质会稍微亮一点，会稍微的顺一点。然后它那个直发的梳子，它加上它的吹风机就是一起用，一边吹干一边拉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然后吹出来发质会很好，这点我觉得它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就说到他们家的这个卷发棒，卷发棒，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值得。能看得出效果吗？头发卷好以后能维持多久？我觉得我的影片已经告诉你们了，没有能维持多久。卷完这边，卷那边，这边已经直了，我就对它很失望，真的很失望。可能是我自己的发质问题啊，不过你们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发质，其实在亚洲美眉当中应该也挺多人有的。最后的总结就是价格太高，我觉得它的价位实在是很贵。然后如果你们自己手上有吹风机、假发棒，然后卷发棒什么都有了，就是因为它刚刚出，然后它的科技很新潮，是吹的，是自动的，不是手动的，你们有钱随便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完全没有顾虑，想买来玩你就买来玩。如果你觉得自己家里像我一样，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了，如果他比我手上有的产品要有特别的优势，我觉得可以购买，可是他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优势的。这个还是要根据你们每个人自己的需求去考量要不要买这件产品。我会再多用几天，如果我再多用几天以后它呈现的效果还是一样的话，我不会在这支视频里更新。如果我再多用几天它呈现的效果会比我现在好很多的话，那可能是我今天没有用对它，我会过来澄清一下它。我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到正在纠结的你们，那今天就先给你们测试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就给我的视频点个赞，要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就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我每个星期更新的时候你都会收到提醒。先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 Hello， 我回来了。今天呢是过来要跟你们澄清一下，之前那一段影片当中你们看到应该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戴森的那个吹发棒吹出来居然20分钟以后就直接直掉。有可能是那一天我用的时候是先把头发拉直然后再卷，所以它可能那个卷度就不能维持的太久。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卷度是我今天卷的，大概是在2.5小时以前卷的，虽然已经卷了2.5小时吧，他头发已经直了很多了，因为我刚卷完的时候他是非常卷的，然后上手的话也比我前面那一段的视频要快很多。像我的话用了几次以后，快速的话大概要30分钟左右到40分钟左右，然后把整个头全部卷完，所以我觉得蛮费时的。它出来的效果是那种很蓬松，有点像理发店吹出来的那种效果，就吹风机吹出来那种，没有那种用卷棒卷出来那么的死吧。现在是晚上的9:01，从我卷发到现在已经过了6.5小时，看之前的那一段片段的话，应该能感觉出来我头发那时候是更卷一点的，现在已经基本已经直了。不过这样的情况在我的发质上面是属于正常的，能呈现现在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它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今天要过来跟你们纠正一下，它这个卷发棒还是好用的，没有那么的糟糕，没有那么的糟糕。